翻出 bug 了，搞不好哈基你自己挖看看也会出一、变成一组啊。我目前我没有那个装备，没有那个哦，没有魔化、没有魔化。哇，我本来想说我的抽屉2000个碎片应该是放不满，结果现在已经满了。哇，太多啦！我们现在水晶碎片因为出了一点 bug， 所以它现在数量超多。一次一定挖一组起来。而且我们又加上了，昨天研究的一个机器，它就挖了很多。来偷看一下这个东西，我现在把它关掉了啦。你怎么太空人哦？对啊，因为量子装。哦，不是量子啊，这个是纳米装，还没到量子啊，还没，量子太难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昨天研究的成果。哎，它、等一下会变成全部都慢慢增加出来。啊，哎，这我们昨天研究的，然后里面是放这个锤子，然后它有不毁，所以它就可以无限挖，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一直挖。然后我们的活化水晶碎片，每个人家里都一大堆，就因为这个东西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玩坏了。哎，被我们玩坏了，这已经被我们玩坏了。我干嘛？要进入大后期了吗？后期要干嘛了？没有到后期，就是钻石变得跟土一样不值钱了。对，现在已经是了。现在就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啦。啊，好好好，他真的是一次喷一组出来、欸。对啊，你看不是只有我，你看管理员有用 bug 啦。因为的问题吗？我会发现是因为我发现你家那边活化水晶碎片是直接满天在飞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知道我一传过去，想好好奇你们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一传过去看到活化水晶碎片满天在飞。刚，对，是被我们玩坏了。啊，今天要干嘛？我的升怪塔吧。我今天是要先弄一下我的装备，把我装备换成，换成昨天要换的装备。昨天因为火花水晶碎片不够，所以没有换。那今天是随火花水晶太多，随便换。才过了一天而已耶。对。而且我今天被玩，这样，没有说被我们玩出 bug 了，所以就一大堆东西。然后自从繁星说了那个不毁之后啊，我也开始把我的装备用成不毁的东西。那现在就我现在我的弓原本它有箭矢数量啊，我把它换成不毁之后，我可以无限射。它变成无限弓。对啊，有人就跟我讲说你箭矢其实可以用不毁，这样就不用去修它，可以一直射。有啊，我现在就有啦，而且我的箭矢好像也有 bug， 不知道为什么。感谢什么 bug？ 超级留言。我的箭矢的 bug 是，我射出去一支箭啊，它会喷两支箭出去。哦，不是 bug 吧？然后一支箭是射在远处，一支箭是射在近的地方，所以远处近的远跟近我都可以打得到。哦，因为我之前一把剑也是这样子啊，什么叫万剑吧？可是我不是我这个没有什么万剑啊，我不知道是哪个效果。超级留言，感谢礼包，礼包，礼包，我以前有超级留言，你有礼物啊？可是对了，我是就是。对，六月工上，嘿，对，嘿，来，实质的东西不一样，嘿，哦，好，感谢雅思的福袋，我吃晚餐，应该是我是吃早餐，那你今天刚吃一餐啊？对啊，早上七点才睡，哦，睡过头，下午就没影片了，就早上的影片。对啊，被我们玩出 bug， 我猜这个 bug 应该伺服器重开之后就会变正常了吧？那只好重开伺服器了。可以啊，我是没差了，我已经刷够东西了，我也够了。我是觉得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已经崩盘了，你知道吗？
不是，他会继续崩下去，我会爆仓啊！我是在练稿子啊。头活塞抽屉，那这就是一个虚空漏斗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的那个，它只会在虚空漏斗里面，不会跑到下次加速度好快、啊，等一下，什么东西速度好快、啊？碎片啊，就一组一组掉啊，就跟你讲一组一组啊。你是不是又不听人讲话啦？没有，我刚做出来而已嘛。你又不听人讲话，听人说话。刚刚脚扭伤，去，我就是乐夫吧？不是，是冰夫。哎、欸，今天弄荧光石的那个吗？荧光石吗？我记得可以种啊。荧光石也可以种，你要种吗？荧光石可以啊，你要种吗？啊，好啊。好啊，四组活力水晶碎片这样子。我今天要做，今天要做装备。昨天要做的那个装备，因为碎片不够，所以没做。今天要先把它做出来。哎，今天先做这个，然后我等一下再看一下做什么。我把这五天充的装备在一夜之间充起来了。超夸张哎！荧光石，找荧光石，绿荧光石都被挖了。我这里荧光石不够，我要先有一些基础的东西才能做植物。我去采好了。谁来我家？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原来幸运点高一次可以一组，不是幸运点高一次一组，是我们把伺服器玩出 bug。玩坏了，他既喜欢吃西瓜吗？他喜欢吃，可是他不喜欢被叫西瓜。其实我也没有喜欢吃西瓜了，真假的？欸，不太喜欢吃西瓜，因为、啊、如果不用兔子的，我很爱吃。不用兔子，不用兔子，不用兔子哈？一样啊，不用兔子，狮子的不能兔子的。不用兔子啊！你说的兔子是哪个兔子？就是那个兔子。我知道的那个兔子吗？感谢偷渡小雨的礼物，小雨开台了。啊？等一下，我 OBS， 我的 OBS 去哪了？出来！大叔买新耳机了。欸，我觉得是虚空漏斗的 bug 哎、欸，是虚空漏斗的 bug 吗？对，因为我的虚空漏斗它其实不会打到箱子里面去。哎、欸，找找看。林地狱有 GP 店，对啊，因为我们把 GP 放在世界的中心，所以我们到哪边都有 GP 店，就是有读取到就可以。对啊，嗯，啊，露脸了！你知道我露脸已经超过半年以上了吗？知道他是去团音乐会之后露脸的吗？嗯，要用新装备。今天要做新装备，今天要做我们神秘植物的装备。凤梨披萨我喜欢啊。感谢鞭炮，感谢牛排，谢谢偷渡，谢谢推剧，谢谢什么东西？讲的好小声，谢谢推剧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偷渡，偷渡我们要小小声讲。嗯，哦，下界活化水晶碎片。嗯，来了，扳手，音乐，嗨，我要委托，我需要一矿。一矿，你给我一矿的基础四个，我就是找不出一矿啊，我不然我也很想要一矿。你要先给我基础，你给我基础的四个，我才有办法种。好，看一下一矿应该是可以了，我看一下一矿是这个吗？对，你要给我基础的四个，我才能种。好了。然后，你要不要矿物，还是要它的锭？它是我看一下啊，一矿石，对，
我是要一矿石。一矿石。嗯，它就是一个圆形的 icon。圆形的、哦。那个挖那种地上的石头有机会掉它的粉末。要粉要定是不是？嗯，不是定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要的，它不是定吧？它有一定啊。我是要那个矿石，不是定。一种子，有喜欢子的，喜欢是没子吧？我都会吞下去啊。嗯，通通吃下去啊。对啊。我也是通通吃下去的那一派。肚子会发芽，吃出西瓜那就发芽、啊，等成熟再挖下来吃啊。再一颗啊！哎、欸，我的蜘蛛网怎么变那么少？蜘蛛网，你到这里拿羊精华？不是、啊，做羊毛啊？哦，我想说我的线明明还有那么多组，怎么？贼！那个查啦，管理员，帮我检查箱子。检查箱子到底是谁？哎、欸，好像是杰克哦。啊，我拿剑。干，你不会刚讲话的呢？怎样啦？你好小哦。你怎么突然变小啦？怎么变那么小？嗯，我很。没有，你就很小。大。你现在很小。大。还是很小。大，不要那么激动嘛，小而已。我没有很激动，我那太激动。激动，你才激动，你才激动了。一挖下来，一二三，他挖下来矿啊，他就拿去烧、哦。我不要定了、哦，定我反而不能做。啊，还是刚刚我看到这个，管理员说我拿的怎样、啊？对啊，就他拿的啊，不承认。要翘班了，好好好好哦。嗯，可是拿去烧就是定啊。我看一下一矿嘛，我看一下一矿。你现在是到底是拿到了什么啊？我看看。我只知道它的矿石而已啊。啊，哈基加。嗯，觉得吹风电风扇放这边真的很好笑。一矿石。你要变成，等一下，我声音是不是有点小？这样啊，你是要这个一矿吗？不知道可不可以通用、欸？应该可以通用吧？我能种的是它合起来之后变成白色的那种一矿。它你先在挖到里面吗？它是变定啊。Hello， 哎、hey. ，嗨。你们还有再挖到一组吗？我现在是一个一个了、欸，我已经停工了，掉了、欸，因为我不是机器太多才会一组一组啊，我不知道，我看，我现在是一个一个了，哈哈哈哈，想洗钱没了哈，洗钱，管理员也想洗钱啊，管理员想洗钱，管理员也要洗一下啊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有普通的一矿吗？我吃一个东西，等会。一矿，我只有看到一矿，白色的，你知道白色的一矿吗？啊、对啊。哦。它是都白色的吧？是白色，你两个矿和这样子合起来就变成白色的啦。你把两个矿排在你合成栏，它就变成白色的一矿，然后再把它挖掉，应该就是那个一般的一矿石了。哦，那不然你给我试试看，我丢给你啊，你给我试试看。嗯，应该是不同模组的矿，是不同模组的矿，只是大部分的模组里面同样名字都可以共通。嗯，为什么你挖起来是这样？
哦，我知道，烧过，我知道，我在那个单人的时候有放一整排，哦，吹超快的，所以我等一下来做。什么？这个是杰克送我的小鸡雕像，就是电风扇啊。哦，好玩。有我那一下午吧，我去你家的时候，怎么奇怪？为什么慢慢动，慢慢动，慢慢动？为什么？好玩啊。然后旁边看一下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旁边有电风扇。耶，我整套啦，我要飞喽。哦，我也要去你家喝，我要做那个。我起飞喽，哈哈。我不需要这个戒指，乌贼戒指不用了。只要一个就可以飞了吗？你说套那个吗？终极装备吗？对啊，终极装备要做一整套。那你怎么要用不灭啊？哈？不是说你做了不灭的装备？不灭装备是 Tinker 的工具啊。哦，工具而已哦。嗯，装备还是要用。哎，管理员，管理员呢？管理员去吃饭了。管理员是洗不到钱生气啦，我有我还是有一组欸，怎么办管理员？没有你，我会这样弄是因为我怕它喷出来。Tinker 可以用液体把它变成碎片出来。我看一下一矿石，因为它没有办法直接变那个。繁星帅哥教主晚安，晚安，你好。他是要用压缩机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我风扇要用在圣怪砖那边，是我忘记我现在到底要干嘛。这个东西一矿石，哒哒，地牢可以拿得到。啊，我要用这个啦，夜视护目，要重做夜视钥匙。嗯，这个东西，嗯 ，IC two 的。我要做什么？我今天升怪塔吧。有迟到吗？刚开始十分钟。哎，嗯，一矿。他这个矿是怎么拿啊？种子处理机。碎片包是不是你要那个碎片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我要变成它一整颗的碎片，不是可以变成一整颗吗？装备什么等级了？笨拙加。你现在有拿到一碎片吗？没有。对啊。都是矿。对啊。都是方块的矿嘛。嗯。对啊。因为我要种的话，要变成圆形的那一种一矿才能种。因为我以前玩的时候，1.7的时候那也是都是用那样，是一颗一颗的，不是这样定。那现在这个好像都变定了。定，嗯，是用白色模组的，白色的矿来看，有 ATM 就我的存在，好哦。哎，对，那个你东西给我，嘿嘿嘿嘿，一矿给我。为什么你这里声音这么小？你有装那个、啊？对啊，不要跟机器人对话啦，很好笑哎、欸。谁在跟机器人吵架、啊？没有，在聊天。好 ，Nightbot 好。一矿一锭，感谢偷渡小雨的礼物。一粉 ，IC two 的一要在地牢拿到。哦，是哦。如果要真的用那种一的话，我就只能用。地牢拿到足够再来种吧。不是啊，笨拙拿到40万经验呢，我要再挨打40下。嗯，我现在平均就是一秒钟一下，啊不是，一秒钟10下。一矿，感谢礼物。没有那种转换机吗？矿物不同模组的矿物可以转换成另一矿物之类的。你可能要看一下它有没有其他的。加这个容易说啦、啊，你说了什么？一定零，它只能变成这个、啊、零。
问一问他寄他要的一是不是 IC 图，如果是的话要应该要额外造一个机器。是的，是 IC 图的，赚大了。你 IC 图的如果要中的话，就真的是要去先找到四个圆形的那种一框给我，我才有办法中。好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我要继续弄我的装备了。用弄太难了吧？感谢小恐龙。哦，等一下，这飞怎么这么快、啊？真的假的？不要逼我做那一套，我就放弃我这一套。哇！我真的是，我刚刚跳起来一飞的时候，一下无法控制。这个我又用不到了，收起来。真的好快啊、哦！可以让我看看吗？来我家让我看看。让我看看啊！让我看看，让你看看，来，让你看。感谢甲鱼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请开始我的表演。哇，你创造吧？是啊，我已经可以飞啦、啊，超快的、欸，超快的、欸，而且它会滑、啊。会甩尾，原来不是会滑，是你的电风扇在吹啊！哎、欸，啊，如果风力发电机可以用这个吗？应该不行吧？应该不行吧？好吧，风力发电机它是看你的高度的啊。哦，这个应该不行吧？嗯，哦，人家会吹点不到。物体一合金。裁判，有人开外挂。感谢全全的牛排。没有哈，这是正当手法取得的。这个先收起来，这个用不到了。血魔法装备用不到，先收起来。垃圾，垃圾，真的是垃圾。真的要一，真的看这个会做。怎么样？我去烧看看，听课烧看。听说我之前好像那时候包包满了，我丢了五十几个一出去那个矿。哦哦啊！你说圆形的吗？啊？圆形可以种的那个一矿吗？就是圆矿。原矿、哦，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。原矿也够难挖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我下面挖了这么大一个空间，才大概五十几个人。我从来没挖过一矿。甲鱼的滑倒，音乐滑倒，滑倒跑到你家了。嗯，滑到我家，哇，滑过去喽，很滑。风力发电机大多是测速附近空气方块的高度。想说这样电风扇就有涌动资源了，有没有？只要给他红石讯号就好了。对，好，等下去你家拿羊毛。萤石种子可以装，萤石精华啊，还没有做它的装的位置。等一下啊，对，荧光石，我给你荧光石。在种了，荧光石已经在种，荧光石这个好取得，只是一框比较难取得，你可能要想一下。怎么拿？啊、滑的也不是滑倒、啊。感谢音乐滑倒滑嘞、啊。滑倒，他是滑倒。滑嘞。钥匙。这里。哦，一直宣传伺服器那个就不用理他啦。对，你们是好观众，就不要点开那种诈骗网址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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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。其实这个装甲是可以升级的，我看一下怎么升级。早安，我还可以加速度啊！天哪、啊，感谢夜猫。嘿，是你说什么？速度，哇快！哈，小子，
感谢苦力棒啊！皇宫的希望要阴气丢掉。物理学才压不住，压得住，压得住了。繁星有在送礼物吗？我要送什么礼物？送什么礼物？没有哦，都是人家送我礼物，我不会送人礼物的。这是我的坚持，是你的坚持。好，这是我最后的让步了，不能再让啊！对，这够多了，发笑自己。每八分钟提供十颗星的吸收伤。哦，那这个可以堆叠吗？如果可以堆叠的话，好可怕、啊。堆叠什么？古人要发明白话文来用。每八分钟提供十颗星的伤害吸收的爱心，也就是黄色的爱心。那它可以装备在头盔、胸甲、护腿跟鞋子，可以堆叠吗？哪个东西啊？感谢超级留言。这个是我这个植物的东西哦。感谢哈记的牛排。那我的牛排。那我的。感谢超级留言。来吃，来吃，来吃。看一下，为什么不扩大田地增加资源？因为我懒啊，因为我懒，好解释，因为没有人来订单啊。我要扩大资源的话，这台机器就这么大，我要再加一台，我就觉得好麻烦了，我就觉得算了，够了够了，别再爬了别再爬，你这个修格斯修格斯。修格斯，修格斯，可是修格斯软泥没头颅哎，我今天帮你看了一下。获得黄石修格斯，那，他是要灵魂，放他灵魂进去。哦，是灵魂哦。对，放他灵魂，可是我不知道那灵魂算是要什么东西，什么叫灵，什么灵魂给他？灵魂瓶。你只要放个灵魂放里面，他就不会生那个怪物。哦。不知道他是修过是灵魂是什么？哎呀，我可以飞，我可以飞，就不用跳高提升了吧？我都可以飞了，还要跳高？你可以飞？哎呀，对啊，我已经会飞了，会飞！妈，云月会飞！快快来看神仙！有红包嘞！啊，我就不能给你哈，我要寄游戏给你，又说地区不行。它有自动往上走一格的效果，哦，这么好，感谢福袋。今天比较早开，对啊，今天比较早开。今天因为想说大家都开了，就一起开了。对啊，这个有了啊，速度升级。好，开始做。这样吗？这样子直接合吗？等一下，这怎么用啊？哦，还要做这个。哦，终极精华碎片，那我可以用这个，一定要用最高级的合成桌吗？想想看，感谢小雨的棒哦，赞哦，棒哦，棒哦，棒哦。可以给你钱就好，那我可以给你我的商品就好吗？我要继续打一矿，这是一矿吗？谢福袋，你长得跟美一模一样，跟美很像。对啊，就真的要挖很难挖。四个，二三四，四个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就好了嘛，四个，然后做成这个，一二三四，四个，再加上离魂石，等一下离魂石是不是都被我烧成？是，都被我烧成。干嘛？我那边一堆耶。离魂石主要是我这个模组要用的啦。哦，有，我还有。
嗯，很小。然后需要一个合成台，满地软泥，我想哭哦。不要哭啊！这个游戏就已经很像是那个，还在泥泞呢。那游戏是，哎，最近不是有个游戏是住着打扫游打扫那个地区的那个？哦，那个好久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在玩那个游戏啊，又玩崩溃。这是什么盒啊？这里不是这里有吗？哦，嗯，裤子放上去这里，这样，然后这个放上去，下一个，哎，哎呀，再来，有那个，这样吗？董又在我家啦，管理员不开麦，偷偷来。啊最高级哦，最高级的，嗯，最高级的，哦，我可以直接做好。问题解决不了啊，你问题解决不了，就一堆软泥啊，一堆一直生那个怪啊，啊，那就换个地方挖咯。好了，我可以无限隐身加无限那个了。也是装。繁星，我遇到一个小问题。哎，小问题。我的稿子附了强化菇。嗯。但是它的挖掘速度还是一点多。嗯。嗯。就是好像被盖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是换配件啊，啊换换换换。換那我也是知道改强化菇的效果不见了。你干嘛用强化菇？你直接放菇上去就好啦。这个呢？是放错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一开始是先用活那个，哎，你现在先听我讲，你用活木。裤子在中间。活木头，然后活木头纸的绑定结加那个活木的棒子。纸的绑定结是什么？还是不用啊，